穿红色衣服那位姐妹的话是60年代的衣服服装，还有看到熟悉的斗笠咯，对，那个是南越的越南国服。东南亚传统服饰走秀惊艳全场，手机拍不停。美丽的女孩就是萨瓦迪卡，萨瓦迪卡，对，就是分得出来就是男生。说实在，台湾是你好。五国语言同步学，简单一句你好拉近彼此距离。不论是美食或者是同玩，都是文化中最可进性的一个部分。跟慈济这边做合作，那能够让更多人都能够非常的容易跟新住民打成一片。慈济变成是这作些好的代志，教育是这个好的代志内底，我个人感觉讲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啦。南方同乐会开幕。小小展示橱柜，散发浓浓异国风，同冠道美食，感受到多元尊重和谐氛围。台视新闻桃园综合报道。